小姐，您去哪儿？我去语言学院。好。师傅，请问现在几点？差一刻八点。您会说汉语啊？我会说一点汉语。我是学生，现在回学院上课。你们几点上课？八点上课。师傅，我们八点能到吗？能到。您的汉语很好。哎，哪里，我的汉语不太好。您会不会说英语？我不会说英语。我也喜欢外语，常常在家学点英语。谁教你英语？我孙女儿。真有意思。他今年几岁？六岁。我的岁数太大了，学英语不容易。您今年多大岁数？我今年五十二。语言学院到了，现在差五分八点，您还有五分钟。谢谢。给您钱。您给我二十，找您五块四。OK。 您会说英语？我也会一点。拜拜。拜拜。